跳舞的时间，我们先来整队一下，小姐姐。好，整队一下，所有小朋友仔细听，现在数到三，退到蓝色线后面，一、二、三。好，要注意安全哦。等一下要选的小朋友是要遵守交通规则的。对对，好。那小朋友今天表现很棒，先给自己一次爱的鼓励，会不会？好，看谁最大声的，准备好了，预备备，一起来。1 2 1 2 3 1 2 3 4。好，我有听到有人把我们的梗说出来了。是什么梗？有人说的悠悠。哦，那你们会变成大大的 V， 再变成一个 O。好，我们一起大声的说悠悠。好，看谁最大声，一起练习，一起说。好，所以待会呢，在爱的鼓励之后，我们就不用后嘿了，要变成。悠悠，现在呢？请问小朋友，谁想要上台跳舞的举手？好，手放下来。现在来看谁的爱女友最厉害，就选他上台跳舞。准备好喽，预备，一起来，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三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。我选到了一个穿红白横条的小妹妹，对，就是你，嗨，我注意你很久了。好，你来前面。你好，会跳舞哦。好，那请问有没有爸爸妈妈想要上台跟我们一起跳舞的？有吗？不要啊啊！妈妈来。真的啦，不要害羞。不要害羞。早上那一场也有爸爸妈妈来，你们不要害羞。还有这边有没有爸爸妈妈想上来的？好，我们一起来。还有吗？好，那我们再选一个。他们心里面很想的是什么？一个那个跳动的大姐姐。好，姐姐。对，就是你，你到后面，对对对，你就是你。然后你帮我们中间起，没有？好，姐姐你来我这边。好，那小朋友要帮我们当小老师哦。好，那现在呢，下面的小朋友也要很棒哦。我们要来唱这首歌，叫做《悠悠 Colorful》，有没有听过？有。那有听过，一起大声唱歌好不好？好，那问问看小朋友，请你们准备好了没？准备。